谁呢？翻哪一页？从第一页开始的。我在翻这页开始的。对呀、啊。有一天，波波和他们一起去玩躲猫猫，然后他们有一天去玩躲猫猫，波波们多受伤了，然后他们就不去玩躲猫猫了。结果现在的故事要变佛的头，佛的头在这个后面了，佛的头在这里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波波猫。这个波波猫，这个呢，里面还会有波波猫的头。来，这边，这次的。还有地。
归。一口怎么说？一口怎么说？先管一口怎么说来？对吧？麦克风给宝宝。我有。太那个回音太小，这个啊、太对下面那个。这个。旁边那个，旁边那个。这个。对，那个再小一点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小狗。哦、快点，快点。哥哥。哥哥。我有哥哥，我们家也有种南瓜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。我们家的小狗每天听到垃圾车，就赶快叫我们去倒垃圾。我们没有垃圾之后，垃圾车来，他们还是叫我们去倒垃圾。只是可以下哨。结果有一天，哥哥呢，他去一个地方看到了一颗大南瓜，他很想把它摘回去煮来吃，结果连拔也拔不起来，提也提不起来，提的就把袋子用破了，结果是小狗在里面咬，小狗跑到里面咬了，好，快点，跑到那个袋子里咬，好，换下一个。离去的，里面给镜头看一下，让看一下在。还有一天，哥哥又去看到了一颗小很有一点小的梨子，他就很想。没电了。不是吧？对了，没电了。The Bluetooth device is ready to pair. The Bluetooth device is connected successfully. 对，哎呀，好，关好了。结果他把它摘回去之后，他呢一样，他提的袋子很轻，可以。难，因为南瓜太重了。他是写难，因为南瓜太重了。结果呢，梨子变小了，他就去买泥土来撒在他们的外面，然后又重新种了一次梨子，结果长大了好多天都没去看它，结果
讲完后面还有很多页。